说，你这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嘛。不饿了，我都替你撒谎骗警察了，吃你一顿饭不过分吧？呀，这么快就学会了，是不是自己偷偷练过？ 黎明一定会到来，黑暗终会逝去，你的声音将会注入金泉，划破天空。那时你的语言将会在我的每一个鸟巢中生意发生。嗯，贝子挺好，你也喜欢泰戈尔哈。 你干去洗澡吧，洗完才可以住下来。那我没有睡衣啊，我给你找，你进去洗。切，我很爱干净的，好不好？
洗澡。 你衣服蛮舒服的，你今晚就睡沙发，晚上可能有点冷，柜子里有毯子，需要自己拿。我睡这儿？嗯，这怎么住人啊？能住？我要住楼上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楼上是我的房间。 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啊，我不嫌挤。哎呀，你不能这样，太霸权了。要么住着，要么回家。